我曾经投入上百个小时来学习编写 prompt， 其中包括100个 prompt 让你的 ChatGPT 变得更聪明，50个 prompt 让你玩转 Midjourney 等等。起初效果非常好，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甚至一度认为 prompt 不过如此，只需要通过掌握简单的几个词语或者句型，就可以轻松地驾驭 AI。但是就在不久之前，斯坦福大学发表了一篇名为 ChatGPT 变傻了的文章，让我备受困惑，甚至改变了我的想法。因为根据我实际的操作， ChatGPT 目前确实无法深入的去完成一项工作。原本期待它可以成为一个可以深度合作的工作上的伙伴，但现在沦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玩具。但同时我又发现一些深度的 AI 使用者，他们依然可以使用 ChatGPT 完成一些有深度的工作，甚至 ChatGPT 在工作当中的比重越来越重。那么我就开始不断的反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最终我得到的答案是，原来对于 prompt， 我以为我很了解，但实际上我并不了解。所以我决定重新踏上 prompt 的学习之路，并通过制作一个系列的视频来记录和分享我的学习成果，希望同时可以帮助到屏幕前的你。 OK, alright, let's dive right in。 首先让我们重新审视 prompt 的含义。 prompt 在中文的解释当中意味着提示，那这就让我与 AI 的沟通受到了启发。因为很多人，包括从前的我们，都会固有的认为我们是通过 prompt 来为 AI 下达命令，从而忽视了提示的作用。那么提示其实更多的是有引导的含义，那么就代表对于 prompt， 命令和引导同样重要。沟通是一门艺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如此，那么人与 AI 之间的沟通更是如此。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我们往往会遵循一些固有的价值观的认同，或者一些心照不宣的规则，包括一些不言而喻的默契。但我们与 AI 去进行沟通，则不存在这些基础。所以通过我的学习，我认为与 AI 沟通之前，建立双方沟通的规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通常会在与 AI 沟通之前设定以下的规则。比如首先一，我知道你是一个人工智能，你的回答代表你的分析，你不用反复去给我强调这个问题。设定这样的规则目的在于促使 AI 在回答我们问题时减少不必要的废话，从而提高我们与 AI 之间沟通的效率。二，请在回答我问题时描述你背后的思考逻辑。这条规则的目的是有助于我们去判断 AI 给我们回复的可靠性跟准确性，避免 AI 幻觉会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因为对于 AI 幻觉，是我们类似 ChatGPT 这样的大语言模型，它的学习机制导致的，它是确定的、通用的、普遍存在的硬伤之一。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规则，可以让我们及时发现是否 ChatGPT 产生了 AI 幻觉，从而提高我们沟通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三，请在执行我任务时确保你已经正确理解了任务，并提示任何缺失的关键因素。这条规则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我们在与 AI 沟通时，由于我们下达的任务指令不清晰或者不完整，从而导致 AI 对我们任务出现了误解，从而产生的答案会背离我们的初衷，确保 AI 可以真实的了解我们的意图。这不仅仅可以作为我们在与 AI 沟通过程当中检查错误的机制，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对这个任务的执行有更高的自信。以上我介绍的是一些常用的在与 AI 沟通之前我会设定的一些规则，主要目的首先是为了减少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浪费过多的精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接下来会更深入的与 AI 建立沟通。当然除此之外，我还会跟 AI 建立一些其他的规则，比如说包括一些快捷键的设定，同时还包括一些符号规则的制定，比如说通过某一些符号表示我们对话的优先级，甚至包括通过一些符号来表示我们指令的级别的高低等等。当然这些操作其实本质上都是为了保证我们能与 AI
建立一个良好的有效率的沟通。所以我们经常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沟通之前的准备我认为是越充分越好，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与 AI 后期的对话保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当然对于符号的设定和快捷键的设定，这当中涉及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我会单独制作一期节目来分享我的技巧。另外这些规则的设定其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我们与 AI 沟通的需求不同还有偏好不同，我们可以不断的去迭代和更新我们的规则。通过这样不断的迭代和更新，这样我们就会建立一个与 AI 沟通的良性循环。特别提示，如果你是 ChatGPT 的 Plus 用户，你可以将这些规则直接导入到你的 Cost Instruction 当中，这样你就不需要在每次开启新的对话之前都去向 AI 强调你这些规则。当然你不是 Plus 用户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将你已经制定好的规则保存在一个外部的文档当中，每次使用你只需要将规则复制粘贴到你的新的 AI 对话框中就可以了。与 AI 展开沟通之前，除了设定规则以外，如果你希望它可以为你提供更精准的服务，那么我建议你不妨先向它做一个自我介绍。假设我们是一个面包店的老板，我们需要利用 ChatGPT 帮我们修改一个促销的文案。那如果 ChatGPT 只是了解你对于文案的要求，但不了解你目前经营的状况以及背景，即便他帮你生成了一篇文采飞扬的文案，但这篇最终形成的文案总会让你感觉与你心中的预期有不少的偏差。所以我建议你一开始就向 ChatGPT 描述你的整体背景，包括你目前正在从事的行业，目前你经营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你目标用户的特点分布包括画像是怎么样的，甚至你目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等等。通过这样的自我介绍，可以让 ChatGPT 始终跟我们保持在同一个频道上，它在帮你书写文案时不但保证了文字的优美以及流畅性，同时它更了解你核心的需求，这篇文案在整体的内容的方向上会更贴近于你心中的预期。这样的操作的话，可以让 ChatGPT 不仅仅是一个唯命是从的机器人，而是一个更懂你的合作伙伴。所以在沟通之前，尽可能的让对方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接下来的沟通效率。那么接下来我可以向大家分享一个我经常使用的一个自我介绍的模板，大家可以简单了解一下，同时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对这个模板的内容进行调整。首先第一大块是关于背景介绍，背景介绍当中包括我们的行业、职业以及我们主要的业务和产品，包括目标市场和受众，同时也包括目标群体的画像，具体它的性别、性格特点、分布来源等等。那么第二大块就是我们当前的需求，包括核心需求，就是我们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要扩大我们的用户的基础数量，或者是提高我们单品的盈利能力等等。那么另外还需要强调我们短期期望达到的目标，比如说我们短期期望增加 10% 的订阅者，销售额增加 20% 等等，以及你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你所经营的业务是否有一些本地文化的特色等等。另外一大块就是你与 ChatGPT 合作的预期，包括你期望的风格，比如说如果你经常需要 ChatGPT 帮你去做一些文案的编写，那么你希望它的语言风格是轻松的、专业的还是风趣的等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是否需要跟 ChatGPT 建立一个反馈的机制，这其中包括何时对我进行反馈，是及时的反馈还是一段时间进行总结，包括一些反馈的方式等等。好的，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会与大家深入的探讨如何在与 AI 沟通之前去进行 AI 角色的设定，以及正确引导 AI 进入设定的重要性，还将为你详细介绍如何确保 AI 精准的完成
这些操作。总的来说 prompt 我认为是一个门槛低但是上限很高的技巧，需要我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去迭代更新我们的知识。希望这一期我的学习笔记可以为荧幕前的你带来积极的影响，同时我也非常期待可以在评论区与你展开进一步的沟通。好了，感谢你的耐心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See you guys later. Bye.